诸位同学，昨天讲到三身菩提法身菩提、报身菩提。化身菩提，这个应化身，化身本具的，是属于性德。这个报身呢，这是修德。佛法里面常讲修德有功信德方显这句话含义就很深了。六道众生无始劫以来迷失了自信所以信德不显了实在讲信德不是不显，变质了变成什么呢？变成烦恼，变成了善不善业变质了。这性德一变质，是一变一切变了连整个法界都变了。实在讲，法界没有变。正如世尊在楞严经上所说的，言中有意，所以把事实真相全都看扭曲了那要怎样恢复呢？要靠修理坏了。坏了就得修，把它修理，恢复原状就好了修什么呢？把错误的修正过来凡是与性德相应的是正确的，与性德相违背的就是错误。这个道理不能不懂性里面六祖慧能大师讲得好本来无一物这是什么？清净心吧。觉性，觉性里头没有有我，清净心里头没有有我，平等心里面没有高下了，没有是非人我，有人我就不平等了。就像《金刚经》上所说的，不但没有四相啊。四见都没有那个见是念头，那是心的那我们现在有念，有念就是有无明，
有分别，有执着，就是有造作。啊，那我们现在要怎样把执着、把分别、把无明放下？这个放下就是修啊！啊，修得有功啊！这个功是功夫，功夫什么？真放下了啊！但是这个放下呢，有部分放下，不是完全放下，所以在修学过程当中，小乘有四果四相，大乘有55个戒位，啊，这55个呢，就是摄心、摄住、摄行、摄回向、四加行、摄地等觉，楞严上讲的菩萨的位次。啊，为什么会有这个位次呢？放下多少不一样，放下越多位次就越高，放下少份呢位次就低。啊，我们讲最低的位次，初信位的菩萨要放下多少呢？见思烦恼里面的38品见惑放下了，语言叫初信位的菩萨啊，小乘初果也是放下这么多啊，所以初信跟小乘初果啊，在断惑，就是断烦恼、放下烦恼啊，是相等的。可是智慧德相啊，不相等啊。那小乘怎样比也比不上大乘啊？这什么原因呢？一个心量小，一个心量大，原因在此地。啊，小乘人心量小啊，啊，大乘人心量大了，所谓大心凡夫。啊，大心凡夫放下见惑。见惑虽然是88品呢，佛菩萨把它归称为5大类，啊，身见、边见、见取见、戒取见、邪见，啊，归纳这5大类，这5大类统统放下了，心量大，啊，那么他就是大乘。原初初信位的菩萨啊，心量小呢，那就变成小乘须陀洹了，这就不是凡人了啊。为什么这样的人虽然还没有出六道，他决定不堕三途。也问为什么？
三途的业因有，三途的缘断掉了。这个诸位要知道，有因没有缘，不会结果的。啊，因要跟缘结合，果报才现前。啊，所以他们这些人呢，三途的缘断了。啊，就修德有功啊，这个功是小功，啊，它管用了。啊，小乘人，天上人间呢，七次往来，证阿罗汉果。啊，那就是啊，三界九地。八十一品丝获断尽了，贪嗔痴慢疑没有了。在大乘十信位里面，第七信的菩萨断惑，跟小乘阿罗汉相等，啊，那智慧德相不是阿罗汉能相比的。这些理事都要明了啊，都要清楚。可是在修学难易来讲呢，大乘比小乘容易啊。小乘证得初果之后，所谓天上人间七次往返呐，证阿罗汉果啊。那我们知道啊，人间寿命不长啊，天上寿命长啊，啊，七次往来，时间上来讲，我们会觉得太长了。啊，大乘呢，那要看根性，看因缘，正是善导大师所说的，总在遇缘不同啊，他遇的缘殊胜，很短的时间就把自己的位次大幅度的往上提升啊，遇不到殊胜的缘分呢，这个机缘呢，他进步就慢一点。啊，总而言之，它比小乘快得多啊！啊，这是大乘殊胜之处啊！啊，那我们今天我们遇到的缘是稀有殊胜的。八万四千法门呢，古德常常叹为门与大道待业往生的净土法门啊，这个法门是一生，就是我们这一生呢，一生成佛的法门呐。有不少同学问我，法师啊，你看看我能往生吗？啊，带着很重的疑惑来问我。
那也算是预言殊胜的。我肯定地答复他，你能不能往生，与外面境界没关系。关系在哪里呢？经上讲得清楚啊，欧耶大师解释得明白了，能不能往生啊，决定在信愿之有。这就是菩提心，这就是无上菩提心。身心切愿，真正有身心切愿，你会不会受外面境界的影响呢？不会了。顺境逆境都不会影响你了。今天环境会影响你。顺境，你在里面生欢喜心；逆境，你在里面生嗔恚心。这个不行的，这个不能往生的。说一句客气话的话来讲呢，这个心态呀，往生没把握。一定要顺境里面没有贪念，逆境里面不生嗔恚，你往生就有把握了。活在这个世间，佛家一般讲啊，得自在了。大自在没有得到啊，有点小自在了。这点小自在很管用。生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啊，这个条件够了。得大自在，那生极乐世界不是同居土，而是十宝土。一到极乐世界，就花开见佛。无生呢？无生就是无生法人。无生法人是什么境界呢？七地以上，真正是阿惟越智菩萨，就是圆证三不退了。那我们要问呢，我们这一生呢，能不能生到十宝图呢？你要是问这句话，那我们还是用善导大师的话了来解答。总在于云不同。语言里头最重要的善友啊，就是老师啊，这个语言太重要了。第二是学习的环境。最重要的是老师、同学，修学环境，名师指点你，帮助你定
方向，定目标。用佛家的术语来讲呢，定宗旨，这个宗旨就是修学的方向跟目标。你确定了方向目标，一生不改变。一心一意，向着这个方向目标啊去做。兢兢不懈，哪有不成功的道理呢？最怕的是什么？懈怠、懒散。这样不但你没有进步啊，你会大幅度的退转。一定有堕落在烦恼习气之中。也就是说，自私自利的念头、名闻利养的需求、五欲六尘的享受、贪嗔痴慢起来了。我们要知道自己修行的功夫，就是此地讲的修德有功。要知道自己修得有功夫了，那是什么现象呢？烦恼轻，智慧长，这是修得有功啊。智慧长就是信德了。无论是对人、对事、对物，你不迷惑了，聪明了，有智慧了，知道怎样相处。肯定与信德相应。信德跟诸位说，就是伦理道德。伦理道德是信德了，是自然的。佛家讲发而如是，不是哪个人发明的，不是哪个人制定的，不是自自然然的规律。那我们凡夫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违背了伦理，违背了道德。道德在中国古人讲的12个字，八德两种讲法。一种讲法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另外一种讲法叫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两种讲法把它合起来，除掉重复的12个字，这12个字是信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处事待人接物，与这12个字相应。与伦常相应，
心得就显现了。啊，修德就是我们把这个不相应呢，跟伦理道德不相应的这种妄想习气放下了，舍弃掉了。修德就现，这个信德就现前了。所以诸佛菩萨了，包括祖师大德，他们在世间所实现的，就是下面这八个字：备修万恨，功德庄严。这就叫报身。啊，那么我们知道了报身是什么呢？除去了妄想分别执着，所显现的与性德自然相应的，这个就是圆满报身佛。啊，那个圆满是道德的圆满呐、啊。道德是信德。啊，这个地方讲功德庄严。啊，那我们平常看这个赞佛记里面所说的，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啊，在我们世俗常讲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这功德庄严啊！外面的环境肯定是随着正报转。所谓是依报随着正报转呐、啊，这是什么？自受用身，功德庄严，佛菩萨自受用。我们凡夫因为业障重啊，见不到啊。为什么呢？凡夫他的境界是自己业力变现的啊。你比如说释迦牟尼佛，菩提树下了，示现成道了，大彻大悟。我们凡夫看到释迦牟尼佛，普通的人啊，坐在毗婆罗树下了，铺一点草啊，啊，坐在那上面，近居天人。金居天是第四禅的啊，大家都晓得四禅有无不还天，无不还天的那个天人叫金居天人啊。他们看到了啊，在金居天呢看到这个阎浮提啊，这阎浮提就是我们这个地球啊
看到阎浮提，释迦牟尼佛在这里示现成佛了。坐在菩提树下，那个菩提是七宝宝树啊。世尊在那里打坐，下头不是僧草啊，金刚台。他们看到释迦牟尼佛坐在金刚台上，我们看着他坐在草堆上。这是什么？是外面境界恒随心转。众生心现变这种境界。那释迦牟尼佛有没有什么境界？境界呢？没有。每个人境界不一样啊！你要明白这个道理，你才晓得诸佛如来看我们的众生，看我们这个，这是六道轮回。像看什么？像看水晶琉璃球一样，这里都许多众生啊，迷惑颠倒啊，这些众生仔细观察了，全都是诸佛如来，都是诸佛如来，颠倒错乱啊，在这个里面虚妄造作，出不了轮回那个圈子。那么他看到这种境界了，自自然然，不是有意义，也不是无意义，有意无意都说不上啊。看到或者听到接触到，这都叫有感，自然就有因啊，应化在里面呢，帮助他觉悟，帮助他处理，帮助他恢复心德。没有任何理由，没有任何缘起，没有啊！这个境界，大乘教里面常常讲，不思议境界。你看这个《华严经》最后一品，四十华严。名题具足啊，《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给你讲真的，讲实在的，这个境界是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就是菩萨万德庄严呐！菩萨究竟圆满的庄严呐！这个地方讲悲修万恨啊，在普贤行愿里面是圆满万恨啊，悲修是悲是具备这是对迷惑众生讲的
圆满万恨，是对觉悟了菩萨讲的，一觉就圆了。所以众生跟佛的差别呢，就是在迷悟啊，悟了以后自受用就是报身啊。那么报身在我们的经题就是清净平等觉，啊，我在这个上面加了个真诚，啊，真诚，真诚是心，是发心，发身。下面加了一个慈悲，慈悲是应化身。三身具足啊，啊，真诚心是发身发心的，清净平等就是报身呐，啊，慈悲是应化身呐，啊。黄老居士在此地说，从报身流现化身，随机化现，妙用无穷啊，故曰一物圆通，这就是化身菩提。悟了之后，自自然然与一切众生感应道交，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普门品里面说，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身，应以佛身得度者，他就现佛身。应以菩萨身得度者，他就现菩萨身。啊，应以宰官身得度者，他就现宰官身。啊，应以居士身得度者，他就现居士身。乃至于童男童女，三十二是指三十二类呀，啊，把这个世间种种不同的身份全都包括了，甚至包括了动物、植物、山河大地，悟道的人，有人在檐下开悟的啊，听说法吗？开悟。有的时候在形象上
看到这个人一举一动触动他的灵感开悟了，还有在自然景观里面听鸟叫觉悟的，听风吹树声开悟的，听流水开悟的，诸位要知道啊！你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开悟了。那是佛菩萨加持的，就在那一瞬间。为什么呢？他平常天天听，他为什么不开悟呢？单单在这个瞬间，不定是什么语言促成的，豁然大悟。要知道，这就是诸佛如来随机应化了，妙用无穷啊！这是化身菩提。那么由此可知，报身菩提是自受用，化身菩提是他受用，帮助别人的。释迦牟尼佛在世，天天讲经说法，天天帮助别人觉悟，我们也天天读经，天天听经，也常常感觉到不开悟啊，什么原因呢？业障习气太重了，这个要知道。一遍没有，十遍也没有，听一百遍还是没开悟。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呢，其义自见。读了一千遍了，有了悟处了。什么原因？有人一遍就开悟了，禅宗六祖慧能一遍就开悟，五祖给他讲《金刚经》大意义，真没讲完呢，讲到三分之一了，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呢，他就大彻大悟了。这一悟后头就不要讲了，他全都明白了。不但《金刚经》不要讲了，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一切经，他一点障碍都没有了，一悟。一切物，事出世间一切法全都通达了。什么原因？心清净啊！我们听百遍千遍都不悟，什么原因呢？心不清净。为什么听的遍数多了会觉悟呢？那是
用听经，用读经这个方法了，修清净心。这个道理我们在讲习讲过很多遍，讲过很多年，我常讲读诵听讲，会听的人修根本智啊。什么叫会听呢？要遵守起心论里面的教诲，立言说相。听经的时候不要执着言语，读经的时候不要执着文字，立名字相，名词术语不要执着，它是工具，它不是目标啊。立心缘相，心缘相你不要去想它啊，想这一句话什么意思，那一段是什么意思，不要去想它。为什么呢？你去想它了，你用的是分别心，你用的是执着心。佛菩萨的言语文字是从心性里面流出来的，心性里面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那我们呢，我们是用妄想分别执着去接受，你能接受得到吗？当然不懂啊！你接受到的那是去解如来真实意啊，误解如来真实意，你所了解的不是佛的意思。所以你不悟啊，道理在此地啊。啊，念佛也好，念经也好，听讲也好，要懂得。啊，我们是用这种方式修什么？修定嘛。啊，定能开慧呀。你修一段长的时间，心真的清净了，真的定下来了，所以豁然开悟，就这么个道理啊。你的心不清净你怎么开悟？佛菩萨帮不上忙啊，求佛菩萨加持加不上，帮不上忙。佛菩萨教给你的方法就是帮你忙，你自己要肯干啊。啊，自己不肯干，像佛菩萨赐给我们啊这些法身功德智慧，那都叫妄想啊，那是完全错误啊。这种妄想不但现在的人很多，佛陀在世的时候阿难尊者就打妄想，啊，自己以为
佛是他的大哥，他们堂兄弟嘛。堂兄弟一共八个人，释迦牟尼佛最大，老大，阿难最小。啊，佛也很喜欢这个小弟。啊，小弟心里常常想，你们要修行要苦修啊，我不需要啊，到时候我的大哥就会把禅定般若就给我了，交给我了。遇到摩登伽女之难，这才知道。修行要靠自己。啊，最爱他的大哥也帮不上忙。啊，那么这些事先都是给我们后学的人很好的启示啊！啊，佛真正帮助我们。是教学啊，苦口婆心的教导我们，这就是帮我们的忙，所以我们要听懂啊。开经记上说得好啊，愿解如来真实义，佛的意思你明白了，你要真正落实，要把它做到啊，百分之百的做到，不折不扣的做到，你就成佛了解义是解悟，落实是正悟，正悟才有真实功德啊，解悟而不能行，说实在的话，解得不够透彻，解得够透彻哪有做不到的道理啊？是法佛法，我在初学佛的时候，26岁，曾经向张家大师请教啊，是法佛法，至难行矣。张家大师肯定这个看法，所以至难，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讲经说法49年，至难了啊，行义凡夫去无，就成佛了啊！一念觉悟，凡夫成佛，你看多容易凡夫什么时候一念觉呢？一念觉很多人有啊，但是怎么样，他保不住，他这一念觉了，第二年又迷了，一念觉成佛了，第二年的时候从佛又堕回凡夫去了，保不住啊，
佛经上讲的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了，一念觉悟，一念佛，念念觉悟，念念佛。啊，你要怎样？这一念保持，念念觉而不迷，这就成就了。啊，可是一念觉，一念成佛，这是真的，决定不是假的。现在时间到了。